有人问我青春是什么，青春就是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在你最没心没肺的时候，在你最无欲无求的时候，陪在你身边。这是属于我们的梦，这也是属于青春的梦。我希望大家在长大以后，无论是得意也好，还是失意也好，只要想到这段岁月，就能够想到一个个充满故事的闪光时刻。让我们为青春而欢呼！现在没有吹和秋，只剩下匆匆来去冬夏。我走了那么长的路，慢慢来，总能走到天涯。心爱的姑娘不透露，祝福她目送她。